¡Ay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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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¡Ay!哎呀，你可来了！哎呀，怎么才来呀？哎呀，这一晚上啊，你看我们鱼塘里的鱼，院子里的狗全死了。在哪儿啊？就在那儿。还有那边鱼。你快看吧。啊，这样，你先跟他走，好吧？哦，好吗？你跟我来。哎呀，你快看看吧，看看吧。 你昨天有没有看到谁在附近呢？没看见，有个小孩好像，他说他看见了，这好像是猴子。你看看多可惜呀！太缺德了，这报应！你昨天有没有看到谁在附近呢？这地方也不怎么样。 他们手里都有枪啊！废话，你以为人家是烧火棍呢？这种枪我在书上看到过，叫微冲。我也看到过，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，就在电视上。说什么呢你？我没看过电视啊。说说都不行啊！这话那么多呢，跟你们几个备孕的很。 你巴巴的，你嘴巴漏风啊你！怎么了？我一直这么吃东西的，老子听着不舒服。哥，算了吧，少说两句。有你什么事儿？你这么大的气对谁呢？我有什么气啊？我自己心里有点不舒服。怎么不舒服啊？哼，说吧。 那我就说了，我觉得我们几个跟着你出来混，混得并不是那么舒服。是啊，你是在外面闯过很多年，但并不是你说的那么风光啊。你说你朋友多，我到现在都没看到过你有几个朋友。就拿今天来说吧，让我们去抢银行，切，我看你是香港电影看多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，胜利哥？ 我没出来闯过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这样，蒙着头，端着机关枪，就这样。好了，不说了。你的意思我明白，走着看吧。嗯，好，队长，就这样，这个你看一下，签一个字。好，嗯，你再整理一下。好，队长，我马上去办。啊。 欢迎包哥出来了。池塘里的食物和狗吃的食物是一模一样的，里面还有大量的灭鼠药。真的是他干的。案发前一天，他去过孙家池塘。这样子，这件事你跟老于汇报一下，我不好出面。哎呀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抓就是了嘛。哎，让你去你就去嘛，那么多话。 哎呀，干什么？你拉我干什么？别拉我！去派出所，走不走？你不走的话，自己负责任啊！
我负责任，喊你们老于来跟我说，我跟你们于所长说。走，哎，我走。拉我干什么？我来。不去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不跟你说。什么嘛？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去跟于所长说清楚就是了嘛。你说清楚就是了嘛，没什么，能什么呀？跟他们去一趟。走啊，快走。去就去嘛，你拉我干什么？你自己走。自己不知道走啊？你派出所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才不会怕你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把鸭子喂了啊！好，不要看了，还有不要忘了喂猪哦。饭等我回来再吃。好。哎呀，没事，我也不知道。没事，我去什么派出所？别围着，没事，没啥事啊。让开。哎，都别围着，没事，走。哎，老张，我跟你说，我交代事情不要忘了哦。好，听见没有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我没事。好，上车，你不要吵了。啊，知道了，我没吵。说清楚就是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家里的事情都交代给你了啊。我知道了，不要闹。不会的。听话啊。坐中间那个凳子上去。喊你坐中间。我就坐这儿，你问吧。喊你坐哪儿你就坐哪儿嘛。还有我跟你说啊，自己做的事情你不知道吗？知道。我弄死他们家的狗和他们家的鱼。说用什么弄死的？耗子药。你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？我不知道。犯法有什么？杀了人都没什么事儿。我弄死他们家的鱼和他们家的狗，弄死他们家的人才活该呢。反正你们也不能处理我。你太嚣张了，怎么不处理你？你说就凭你这点就可以判你的刑？你吼什么？你有本事跟我吼，你怎么不跟苏万才吼啊？啊，杀人的案子你们不审，我弄死个鱼，弄死个狗，你们倒跑得飞快的审起来了。那杀人犯你不判，你判了我才开心啊？你那样子哪像个警察嘛，简直就是个帮凶。坐下。我不太过分了。我过分你才过分呢。我看你敢把我判了。你敢判我？你敢判我？判我就到你们上级机关去告你！你也犯法了，懂不懂？我犯法，我不懂法，我犯什么法？你给我说清楚，我犯什么法？啊，你说。你太过分了，你！我过分，你才过分呢！你怎么这样？你简直太过分了！我不怕你的，你看你才凶了，你看你那个样子吧，你以为谁怕你？好，春嫂，你别劝我。好，春嫂，我坚决不能饶了他。春嫂，你怎么那么冲动呢？在火车上都跟你说清楚了，你是受害者，是我们保护的对象，你知道吗？那些伤害你的人就是因为不相信法、不守法，才当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怎么跟他们一样呢？我才不像他们那样。你怎么跟他们不一样？你毒死那么多条鱼，你在犯法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活该。是，他们活该。那他们把你告了，你也活该。他们告我？他们凭什么告我啊？不要脸，告我！哎，于所长，我们真的不告他了。对，我们不告了，你们把他放了吧。不告了？嘿，这个报案材料不是你们亲自交上来的吗？啊，那赔偿？当时是一时冲动。不过就是一条狗，和几条鱼的事，不算什么。哎呀，算了吧，反正我们也的确欠他的。于所长，你帮我们跟春嫂说一声，是我们主动撤销的呀。这个你们有权利撤销起诉啊，也可以不要他赔偿。但是春嫂她违法的事实已经存在啊，也就是说她还是要受到一定的制裁。我们都不告他了，还要治他呀？不是我们要治他，是他。哎呀，这样跟你说吧，就是从你们报案开始，到春嫂承认了他投毒事实过后，即使你们不告他，我们公安机关一样要按照他触犯的条例进行制裁。那你们要怎么制裁他呢？按宪法规定，拘留你15天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把你关起来，不准你回家15天。不可能，15天那么久不让我回去，那我们家里的鸡啊鸭子谁喂啊？
还有我们老张的饭，谁做给他吃啊？不行，陆警官，时间太久了，真的不行。哎呦，我的春嫂，哎，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搞得懂嘛？你是触犯了法律，法律要主持公道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像你想的都像你家里一样，打了一个碗，摔了一个盆盆，屋顶上掉块瓦片那么简单呢？哎，公道？什么公道？我觉得你好笑人啊，公道。以后你不要叫我春嫂了，你就直接喊我周小春吧。我觉得我们俩关系还可以，就为这么点事儿，你要把我关起来15天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不用解释了，我不想听了，无所谓，15天就15天，你就是把我关15年，等到把我放出去，我还是绝对饶不过他们的。看着我干嘛？不信我们就走着瞧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行行行。好久都没这么痛快的吃一顿了，张总啊！来自上节目的事情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我今天高兴的怎么也找不到庙门啊！龙哥，你也吃啊！你这个孩子只有那么几分，现在读个书也不是那么简单。就是就是。我明天给你去一下。哎呀，现在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。我看呢，你今天晚上最好去一趟。我带了6万块钱，不够，我明天再给你送。6万块要不起啊，这6万块不怎么好办呐。哎呀，我明天再给你送吧。张总，来来来来，是是，敬你一杯。那么好办呢？张总，你就预备一下吧。来来来，帮个忙吧。张总，张总，哎，就走。张总，孩子上学的事就拜托你了。好吧好吧，这个事我马上去一下，啊，反正尽快给你一个回话，好不好？我替你交接。哎，好好。张总啊，路上小心呢。没事没事啊。你们回去吧啊，慢走啊，好好好，慢走，哎，慢走，慢走啊，张总慢走，慢走，啊，啊，走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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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，我们这些喝，来来来来来，干干干干干，来干干干，喝。抢劫！抢劫！抢！怎么了？啊！抢劫！抓紧一点，翻一翻。哎呀，那些不要了，扔下算了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，快点。我们要退房，把身份证拿来。干什么？我们要退房，把身份证拿来。我们要看看房间了。赶紧走，快！赶紧把身份证拿来。我们要看看房间。什么房间？钱我都不要了，快把身份证拿来。不行。什么不行？你再说个不行，老子把你打死！拿来。
干嘛那么凶啊？快点！拿去嘛！太不讲道理了！咱们往哪边跑了？那边。有没有坐车？好像拦了车。拦了车？嗯。我们，哎呀，我们回去吧。不能回去。现在要跟我们到所里去录一下口供。这，他不知道。情况我都知道，我跟你们回去就可以了吗？那也不行，必须去。走吧。出去！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呀，春嫂？这是看守所，看守所有看守所的规矩。哎呀，我要出去，我不要在这儿。哎、我再闹，再闹我就处理你。哎呀，我要上厕所。哎呦，哎呦，不行！哎呦，哎呦，好难受啊！一会儿上车，我们分开走。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。你跟我一起，你们两个一起，最好不要在一个车厢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见面？到西安下车以后再说吧。走，陪我上厕所。快点，9点钟要上车。把车票拿着。哎，去厕所带包干什么？啊，哦。怎么了？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哥，我害怕。我们现在都背了两条人命了，我好想不通啊，他为什么还有枪呢？这小子的心也太黑了，我看我是不能跟他俩在一起了，我要离开他。啊？你怎么听不懂啊？我说我要离开他，我要走了。他现在就跟疯了一样，还装神弄鬼的，不是抢银行就是杀人，跟着他早晚把命都给送了。那你说我们去哪儿啊？我们去南京。啊，珠子，我们可以找找他。那个时候他走的时候不是跟我们说过，我们可以去南京找他的吗？珠子，人家一句客套话，你还当真了？我现在是逃难，我哪管得了那么多呀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怕他什么？真是，你真正跟着他去了西安，又害得你去杀人放火，到时候把命都给送了。反正我是不跟着他去拼命了。我主要是想他那个……想什么想？到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好想的？趁我们现在身上还有点钱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，我们个人跑。他那个人根本就说不清楚，杀了人也不是我们杀的，也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走了就走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再说，要是我们跑到外头找不到我们，就不存在这些事儿了。你说是不是？想好了没有？嗯，想好了就快走。我的包，这个时候还拿什么包啊？不要了，快走，快走。你怎么进来的？
卖孩子。呀，可以呀。哎，你呢？我呀，嗨，就是那个呗。多少钱？别说了。哎，这有什么呢？哎，你干什么呢你？喊什么喊？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这么奇怪，你这人，你懂不懂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回事啊你？找打是不是你啊？走，打他去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回事你啊？你凭什么懂规矩？干什么？啊？你干什么？懂规矩？想干什么？你懂不懂？找打是不是你啊？你到底干什么？打我？你凭什么呀？啊？打你！哎，打他！打他！你不要脸啊你！教不了你，你凭什么打我呀？哎呦，哎呦，打人你！打人了！不要脸！哎呀，打人了！臭不要脸！小猪，你俩吵什么？春嫂又跟人打架了。拉开了没有？拉开了。哼，这个春嫂啊，太麻烦了。走，看看去。你别打了，你别打了，打我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的嘴都被他抓烂了。你看看，好了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不要脸，闭嘴。哎，周小春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啊，就是他干的，就是他干的。我叫你闭嘴。周小春，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叫你出去呢！你们俩给我闭嘴！打我呀，打呀！你打呀！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回来跟你算账。你等着吧，我才不会怕你们呢！我出来一下。你回来呀！是的。你等着，你等着我回来。哼，别说。走，跟我到办公室去。去就去嘛。周小春，你说你麻烦不麻烦？我不麻烦。你不好好反省你自己，还要打架，你怎么那么凶？不是，我凶是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先动的手。他们两个都是坏蛋，你想，他们一个是人贩子，还有一个是那个，哎，小姐，黄色的。我是良家妇女，你们把我跟他们关在一起，我当然不愿意了。他们要跟我打架，没一个好人。那你说把你关在哪儿？要不然也进不来。放我回去嘛。回去，你想想，我在这待这么长时间，我们家的猪、鸭子还有鸡都没人喂，还有我们家老张的饭也没人做，放回去吧。回去没那么便宜，给我到办公室去。去就去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干嘛那么凶呢？龙哥，我们找地方先住着去吧。不在西安住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不知道，他们跑了。你是说麻子他们？废话。就是啊，万一他们把我们供出去怎么办？知道了吧？所以我们要走。我们先去洗个澡，等一下想办法。走吧。先生，这是您的茶水。先生，您的茶水。龙哥喝茶。哎呀，两个小子，刚刚把钱分了就跑了。要让我见到他们，我非一枪打死他们。龙哥，算了吧。你知道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？反正不会回天意。这不是屁话。要不然你也自己走算了。龙哥，我，你叫我一个人出去干什么呢？你自己说，我带着你，你打又不能打，说又说不清楚，真正出了事情你也帮不了我。龙哥，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？你好了好了，跟你开玩笑的。
这种时候我不会不管你的，我不会像他们两个一样。我就说龙哥，你不会像他们两个那样。其实王生利那家伙我早就看得不顺眼了，太不是个男人。不说他了，现在我们还是想想到底怎么办。不能再乱走了，得找个安全点的地方长期安定下来，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。哪有这样的地方啊？想一下嘛。要不然我们去我老爸那边。你老爸？你老爸在哪儿？好像是在西北什么地方。西北什么地方？你有他地址吗？没有。你还不是在说屁话吗？但我有他电话，我妈给我的。跟你个结巴说话太累了。喂，爸，是我。不要骂我嘛，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。我在，不说了，我身上没钱了，怎么办？好，等一下，我记一下啊。你说，长春市人民大街八号找王叔叔。王叔叔啊。来，给我卡。喂，你好，麻烦找一下朱富贵啊。啊。喂，朱富贵啊。哎，我在大街上呢。哎，我找都找不到啊。我怎么知道往哪儿走啊？哎呀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往哪边走啊？哎呀，我找不到啊！哎，我们都两年没见面了呀！哎，你们怎么没变化呢？朱哥好像就是有点富态了。那，这是我表弟王阳。王阳，我那时候见你还小呢。哎，就是、叫什么？哎，王阳。哎，王阳，对。现在长胖了呀，这次出来是不是想挣钱呀？一眼就被你看穿了，主要是想跟你学点东西。哎呀，哎，你现在好风光啊，我们挣点钱回去好威风威风啊。朱哥，嗯，那我就先敬你一杯。哎，来，一起一起。我哥一直把你给他的地址放在钱包里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现在那个公司叫什么？我们那公司大得很，有餐饮娱乐，还有几家超市。那你公司干什么的？我呀，啊，单运输主管。哎，朱哥闯得好，都当主管了。一般。可能去我们公司不行，其他活你们干不干？
干，只要不是白干，挣得到钱就可以。怎么可能白干呢？我认识一个汽车修理铺，他们可能要请人，明天我去帮你们问一下。汽车修理铺，好啊！我以前在技校学的就是汽车修理啊。对呀、啊，主要是在那儿当小工帮帮忙，洗一下车就可以，愿不愿意？活儿倒不重，就是脏点儿，待遇很可能低点儿。我去，我去。哎，老于啊！哎，老魏，来得好。好好好，老于啊、哎，你把人关在这儿，你就不管了？哎，我怎么不管？你看我这不来了吗？他不让进去啊。你们这个春嫂啊，啊，太麻烦了。怎么了？头脑里一点法律知识都没有，净说一些乱七八糟的歪理。干脆，你把他带回去算了。那好啊，那你跟局长说一声。我跟局长说啊，你说的安逸，想让我挨骂呀？哎呀，你跟局长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？好了嘛，别说了。你先回去嘛，过两天我就回去了。过两天？人家派出所送的通知上写的清清楚楚的，要关你15天。幸亏人家没告你，要告了你啊，还不知道要关多久呢。告啊，让他们告吧，我才不怕呢。反正我毒死他们家的鱼和狗也不会判我死罪。哼，他们家里那些儿子要是被抓到，个个都要被枪毙。你说枪毙就枪毙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怎么变得这么牛呢？我牛？我牛什么？我本来就这么牛，你原来不知道啊？哎，对了，原来都是我让着你。你让我？是我让着你吗？不是我让着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反正我儿子都不在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。罗警官说得清清楚楚的，你这个是犯法的。犯法？我犯法？犯法也是他们先犯法。罗警官，你少听罗警官东说西说的，那些警察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是官官相护。哎，你怎么越关嘴越角了呢？你还晓得官官相护啊？我是晓得嘛，那戏里头就是这么唱的。我未必那么傻，连戏都听不懂了。好好，让你说。小春，我跟于所长已经说了，我跟他说了，像你这种特殊情况，可不可以少关2天？他已经同意了，考虑考虑。你考虑什么呀？考虑？谁让你找于所长呢？你好烦啊！哎呀，你吼什么吼？我声音就这么大，怎么了？你以为这是你家？不许吼！你要听话嘛，过两天我来看你。时间到了，走。你记着我跟你说的话，听到没有？走，记着啊。记着什么呀？你少来看我。嗯，好好好，我7点钟回去。哎，到家再说啊。这边来。好好好，老板。哎，好，那就这样啊。哎，这就是我那位老乡王阳。啊。你，他干过修车的事吗？不过他以前在技校学过机械修理的。他洗过车吗？洗过，在家里洗过的。啊，这样吧，你呢，先留下来试试看。哎，好。啊，好。老爷师傅啊，老爷，哦，你给安排一下啊。好好，过来过来。啊，多谢老板，谢谢。走，老板啊。新来的吧？换件衣服，换件衣服啊！多照顾他。哎，龙哥，嗯，你说王来自他们现在是跑了还是丢了？你说呢？我就是不知道才问你的。肯定是跑了。你怎么跟他们想的一样？这倒不是。我跟你说啊，
这件事情真的不怪我，我也是没办法的。你想，人家把我们四个全部看到了，你不弄他不弄，总有一个人要弄啊。我不弄的话，大家都要遭殃。这事你要想清楚啊。不是的，我就是有点害怕。加拿大了，真的真的，啊，那你呢？你怎么办啊？你赶快过来呀，我在这等你啊！啊，听到没有？你不要再拖了，你每次都拖。好好好，别废话了，我在加拿大等你啊。就这样，听见没有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讲了啊。好，拜拜。晶晶，你要是真的到了加拿大，爸爸就不用整天为你操心了。哎，你昨天晚上到哪儿去了？关你什么事啊？真是的。哎，你，我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了吗？啊，你打过电话说不回来就完了。哎，昨天晚上不回家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乖乖，你现在还有心思管我了？你这小孩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担心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现在知道担心了，要出事情早出了。你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故意气你，我生你的气了。你生我什么气啊？我不喜欢高原那女的。爸爸跟你讲过多少遍了，人家高阿姨也是做生意的，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您还来真的了，静静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不讲话就是承认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跟他玩玩可以，你要跟他来真的呀，不可能的事。你不是跟我讲过吗？你不带女人回家。还有就是我不喜欢的女人，你一定把她炒了，不是你讲的吗？是，那好，下次我不要讲了。干什么了？没事。客气了啊。Thank you.
钱包呢？师傅，等一会儿啊。师傅啊，麻烦继续开一下。啊啊！我爸还有严师傅他们。哦，他们都走了。嗯，你也有没有100块钱？我这。50就50吧，过两天还你啊。哦。慢点，葡萄一把。周小春，出来，有人找。春嫂，罗警察，是你啊？你好吗？我，来，你家老赵让我给你带的辣椒酱。啊，好嘛好嘛，谢谢了，娄警察，我跟你说，娄警，董瑞苏旺财，你个杀人犯，放我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，别喊了，别喊了，把我放出去！别喊了，跟他们说说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把他放出来一下，放出去嘛，罗警察。好吧。罗警察。警察，陆警察，别喊了啊！那苏旺财他是杀人犯。别喊了，别喊了。坐啊，好。坐啊。我们这有规定，犯人跟管教干部说话的时候不准坐。现在开始讲规矩了，没有事，坐吧。坐吧。坐。春嫂，你不要把我当干部，我们还像在昆明的时候一样，哈。好吗？其实我知道你心里不满意，但是你确实是犯了法律。你既然关都关起来了，为什么还要打架呢？罗警官，你给我帮个忙嘛。什么事儿？你帮我跟他们说一下，哦，换个地方吗？换地方？换到哪儿去啊？随便，随便换到哪儿都可以。为什么要换地方呢？我是个好人，我怎么能去跟那些人贩子、小姐关在一起嘛？你想一下，还有刚才我亲眼看见那个孙旺财，他是杀我儿子的凶手，我怎么能和杀人犯关在一起呢？你想一下这事情嘛。肯定是老李，你们派出所老李出的主意，他是活生生想把我给逼疯了。春嫂，你怎么这么想呢？那你让我怎么想？老李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我们公安也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在办案，你知道吗？本来老于还说，跟局里商量一下，提前放你出来，你这样做让我们很为难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们就不用为难了，反正就是15天嘛，又不是关我一辈子。我不想跟你说话了，把我送回去，我走了。吃醋了没有关系，大明
真丑。回来了。嗯。嗯。哎。这么快啊？哎。我办事。王阳，这个名字有文化。你叫什么，哥？王涛啊。这样看起来才像两兄弟。哎，你的事情朱哥帮你问了吗？什么事儿？工作嘛，什么事？上什么班啊？让我去当保安，有什么意思？哎，你看我，现在不是安逸得很？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哦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命会是一片狼藉。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。哥，嗯，你的钱包哪儿来的？你不是明知故问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哎，我不这样我吃什么？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。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傻兮兮跑去上什么班？她是我们老板的女儿。啊，真的？老爷，不知道是谁打电话来找大少爷。哎，你们老板的女儿长得挺漂亮的，你给我介绍一下认识。怪不得他今天跟我借钱，原来是你干的事。不要，不要那么紧张嘛！哎呀，你是不是看上老板的女儿了？你不要再说这些傻话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看上了，就不要犹豫。哎，马上就把他。像你啊，看了女孩子就两眼发直。像我有什么？哎，我不像你。二十来岁的人了，还是童子鸡。这有，你不要就介绍给我呀？我疯了差不多。怎么样？看。哎，你看我的，比你漂亮吧？大全，哎，晶晶，等等我，晶晶。这一天你爸天天给我来电话，就说你们要来要来的，今天才到。王叔，这太好了。漂亮吧？啊，这都是你爸爸的杰作，你爸爸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王总好。好，把那房卡给我。好的。这两位是我的客人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他们就直接找你了啊。好的。走，上楼。王总好。你好。楼上吃喝玩一条龙。你们尽管玩，都记我账上啊！哎，我说，你们怎么这个季节到我们长春来啊？
我们两个本来准备到外省出一下差的，正好经过这儿。对对，看，这边是 KTV 包房，这边吃饭的地方，你们就住在前边。我有事儿就不送你们了。谢谢王叔。不客气，说什么都是一家人嘛。走啊，走。那我们先顾过去了。好，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好，好。龙哥，他太安逸了。走。你们这些家长怎么当的？光知道挣钱，拿孩子放羊。你们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主要是工作太忙了。你就强调客观理由，现在谁不忙啊？要我说啊，还是你们这些家长自私。行了，交罚款吧。多少钱啊？3000块。他才初犯，所以呢，我们罚款教育，下次要再给我们逮到，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这个票我就收起来了。等会儿啊，到隔壁把孩子带走。好的。带回家一定要好好教育。是知道了啊。知道知道。走啊，快点。你第几次了？什么第几次啊？就是吃那个药啊。那叫嗨药。嗨什么嗨呀？人家警察讲了，就是摇头丸跟吸毒一样的。你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好不好？现在酒吧里的人都那个样子。我昨天也是第一次啊，倒霉被警察给逮到。人家怎么样我不管，哎，你就不能这样子？知道吗？我愿意，管得着吗？我是你爸呀，我怎么不能管你啊？我跟你讲，我既然管不着你，你也管不着我。行，那就试试看，啊？我真是搞不懂，你就几个月就要出国了，你干什么自己糟蹋自己啊？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什么都不满意。你想干什么你？你喊什么？不行，从现在起不能由着你，否则你这个小孩就废掉了。这样，我也对不起你妈。你少跟我提我妈。下来，下来！哎呦，老周，别发那么大火啊！有话好好讲。好，没事。哎，你听爸爸讲，赶快下来啊！不要惹爸爸生气，知道吗？你干嘛让我到这儿来？我要回家睡觉。你要睡觉就到爸爸办公室去睡，你知道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一分钟都不许离开爸爸的眼皮。我不，谁要睡你破办公室啊？你下不下来？不下来吗？我要回家。好，你有本事啊！你要是不下来，啊，你要是敢不下来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啊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不下就不下。哎呀，静听你爸爸的话，下来。不嘛，不下。哎呀，这。哎，老周。哎呀，你怎么发这么大脾气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你对静静发这么大的脾气呀、啊。老严，你不要管。啊！这个小孩我不管不行了，我可好，坐下。哎呀，你好好跟他讲嘛。哎，晶晶的脾气
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要气，不要气，小孩儿。哦，我没事儿。你去忙啊，我一个人待着。哎，好好，哎，不要气了，不要气了。哎，严师傅，老板，客人的包忘在车上了。客人呢？走了，要下午才来取车呢。啊，那放我这儿吧。哦。哎，你等一下。还有事啊？你呢？现在不要洗车了。我另外给你派个活啊。你给我来一下。哎，你下来。够了够了。哎，你听好了啊，你呢每天就蹲在这儿，知道了吗？帮我看着他，他要上学你就送他去，他要放学你就把他接回来，啊，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你要寸步不离，啊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作，知道了吗？哦，啊，来来来，晶晶，下来下来，快点快点，你别拉我，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？晶晶，你，你哑巴了，说。给你多少钱？不，你说呀。八百。以后我每个月给你1000，你不许跟着我。好了好了，给我50块。什么事啊？你给我嘛。还你。以后不许让我再看见你，听见没？上楼。小王，哎，我要的材料快点给我送去啊，我等用呢啊。哎，好嘞。好，好，好，就这样了啊。好好好。哎，所长，嗯，在给谁打电话呢？从来没看你这个样子。给哪个打电话？是我给局长打电话。局长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？还不是春草的事情。他在看守所还没15天，就打了好几架。真的？人家看守所要延长他的拘留时间，那怎么行呢？哎，那你给局长打电话什么意思啊？让局长特批一下，把他放算了。周小春，出来。哦，来了。快点。嗯。来了，我怎么了？先出来再说。我又怎么了？啊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好的。报告。再见啊，周小春，在这上面签上你的名字，再按个手印。什么东西啊？按手印？你自己看吧。我不认识字，我看不懂。看不懂？我告诉你，摁完了就可以走了。走了？到哪儿去啊？是不是你们要给我换个地方啊？你是不是在这儿住上瘾了？放你回家。那个，我那15天还没到啊。是不是你们觉得把我抓错了？抓错了？要不是你们于所长跟局长要求，你恐怕还得多待15天呢。好了，回去以后啊，多学点文化，懂点法律，就不会再干违法的事了。法律我懂。你懂什么？杀人偿命啊。哼。你签不签吧？我不会写字。不会写字就摁个手印。好吗？快点，摁这儿。这个吗？啊。摁哪儿吗？这儿。回去以后啊，多学点法律知识啊。
别再干蠢事了。啊，你慢走吧。谢谢了。走吧。哎，你出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我帮你拿。哎呀，谁让你帮我拿？哎，我来接你还错了。你好烦啊！谁叫你去找于所长的？哎呀，你吼什么嘛吼？好好好，我知道你在里面待得不安逸，那我们回家嘛。家里都乱套了，那些鸡呀鸭呀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回去弄鸡啊鸭子的，我就是干这个的。那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哎，你跑什么？回家呀！我才走了几天，家里的鸭子也少了，鸡也少了，怎么搞的嘛？哎呀，看不到你，哼，鸡儿吃都不吃，少的就死了两只。哎，鸭子跑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说不知道，看不到我，鸡也不吃，鸭子也跑了。你那么大人，你在家里做什么呀？就不能少抽一点儿，咳得难受，你咳得难受，我听着也不舒服啊。在那个老中医那儿看病，解的药还有没有啊？拿出来吃啊。早就吃完了。过两天再去捡几副。知道了，咳又咳不死人，净在那说。你说的，咳不死人，但是你自己咳起来也难受嘛，啊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想一想，原来一副要多少钱，现在多少钱，一下涨了好几倍。我们借了别人的钱还没还清，四国出事以后，又借了那么多钱。以后我们要省着点儿。想办法把钱还清。哎，你现在打扮那么干净做什么？也没人看你。我现在没有洗车子了。当老板了？没有，就是帮老板接送一下女儿上学放学。哎，好啊，小子，当老板女婿了。哼，你的命就是不一样啊。什么嘛，不要乱说，好烦啊。其实那个女孩子脾气怪得很。脾气怪才更有意思啊。哎，要是哪天搞不定的时候，你跟我说，我来把她拿下。别逗了，我走了。好好。
手重一点啊。 我就坐这儿了。哎，先生，你们请吧。先生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哦，我也是做个足模，再拿两瓶酒。你一定是四川人。哎，大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听出来的。啊，大姐，你是哪人啊？ 我是西安来的。哦，到这儿来出差的。嗯，也算吧。要账的，顺便办点别的事情。看你这样子，好像你办的事不太顺利啊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哼，我猜的。 来来来。 酒没来，先喝这个。哦，我喊了，我喊了的，没关系，喝吧。哦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们要不然把猪拿去卖了吧？不卖，不卖。 过年那么好的价钱都没卖，这个时候卖，那不是亏了？亏就亏嘛，亏也要卖啊！借人家那么多钱怎么办啊？哎，你这个人，说句风就是雨。我说风就是雨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哼，我说怎么办？ 你说了算呢？我说了算，我说了算就好了。我说了算就把猪拿去卖了。谁来了？慢点嘛，慢点。哎呀！ 站住！婆，你来了。 来看看你们，上回来过，你不在。那您老人家请进吧。婆婆，喝点水吗？好。 你进了班房受过罪，我知道。我们都是女人家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不好受啊。我老了，不知道现在的事情。
但是我知道，我对不起你，婆。生的这个孩子，从小就是个混账东西。他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呀，他爹妈都没有管过他呀。我的心呢，都在他那儿。我一辈子积德行善呢，我从来没有难为过别人。这个老天爷，你怎么让我受这份罪嘛？婆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那个是孩子家的事情，不怪你。婆，你怎么了？起来！我跟你说，婆，起来！这么多天来呀，我都睡不着觉啊！我求你了，春嫂，你就放过胜利这个畜生吧！啊！婆，起来，起来，婆，起来，婆，我求你了，起来吧。婆，婆，婆，你不知道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自从子国死了以后，我们这个家的日子，我们这个家的日子就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婆。我就是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不好过，我求你。我求你了，春嫂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王家就这么一个香火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放过他好不好？这个事情吗？我们就算了吧，啊！不，我昨天啊到你们家孩子坟上上过香了，我见过了，我知道他死的冤呐，但是他回不来了，对不对，春嫂啊？啊，真有这么一天，我们王家的香火断了，我就活不成了，我也活不成了。我说春嫂，我丢不起这个人呐。我
问一下你们经理呢。老板，老板，那两个人又来了。啊，经理。我说，你怎么又来了呢？你看这……哦，带了个帮手。啊，不是，不是的，这事跟他没有关系。我叫他来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这没有你要找的那个人。哎，你都来多少趟了？你让我……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看你大老远的从西安来，我才同情你，请你吃饭的。哎，对，你总不能让我……哎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吧？没什么，欠债还钱。你啊，口气不小嘛。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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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啊！不用不用不用叫保安，我们又不是来吵架的。你看，你把人交出来就行了。哎呀，问题是我不认识那个人呐。你让我，你不信啊？好好好，来来来，你问问我的领班啊。我接管这个餐馆才四个多月啊。就是的，我们这边才装修，刚刚开业。谁相信嘛？你骗谁呢？我问你，你姓什么？我姓林啊。这就对了，骗我的钱也姓林，天下没有那么巧的事情吧？我说你讲不讲理啊？这天下姓林的多了，你谁也不找，偏偏找上我啊？反正啊，你今天不把人交出来，我就不走了。这，好好好好，随你的便啊！我告诉你，我马上要打烊了。哎。他们要闹事，马上去报警。知道了。你吓唬谁呀你？哎，来，快！你那小跟班呢？不是在那儿吗？雨林的叔父啊，那这是给你买的。我不吃。不吃拉倒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出去玩，不许你跟着我。还挺有意思的，是不是？走吧。看这干嘛？帮我倒酒。帮我倒酒。你少喝点吧。我愿意，给我。你这样，你爸爸会担心的。你别跟我提我爸，让周建设去死吧！晶晶，你又胡说。再给我倒点儿，再给我倒点儿！烦死了，周建设，还有那个高音，还有你。
他怎么了？哼，老是以为他爸跟别人好了就不要他了，有病啊！他爸爸对他可好了，是吧？快倒酒，快帮我倒酒。让你别喝这么多。哎呀，真是的。有没有好点啊？没事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来让一下，慢点慢点啊。哎哎，他喝多了，快点扶他回去。哦。慢点慢点。下次少喝点嘛。没事没事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来，晶晶，我们回家了啊。来来，我不要坐车，我要自己走，我要走那边。哎，坐车子走。哎，我不坐，我不坐。怎么回事啊你？啊，五芳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这么晚了。那行嘛，回去吧回去吧。我行，没事没事，我把他送回去。那怎么办啊？哎，你好好看着他啊。知道了。好，来啊。来。哎。不要，以后给我打个电话啊。好，知道了。拜拜，没事没事。拜拜。走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走了。走。走。走。哎。我要坐在地上，我要休息。你给我起来啊。我要起来。起来！哎呀，我要休息一会儿。干什么你？回家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啊啊！周晶晶，你不要胡闹了。